大家好，我是吕信流 Ben 女，在香港赛马会任职助理分行经理已经8年。大家好，我是邝乐瑶 Tracy， 任职分行服务助理已经有2年时间。大家好，我叫赖佩文 Carmen， 担任分行服务助理大约1.5年的时间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黄远山阿山，担任分行服务助理已经有3年的时间。如果講到我哋公司嘅服務理念同埋宗旨，我覺得係誠信為本，顧客至上。我哋會提供最優秀嘅服務俾我哋嘅顧客。我哋香港賽馬會有4大核心嘅，包括卓越領導、堅守誠信、持續進步同埋服務社群嘅。今次獲獎要多謝隊友嘅支持同埋鼓勵，相信透過今次嘅比賽，我哋學到更多，亦都有好多新嘅嘗試。希望未來我哋會成為彼此嘅夥伴，繼續進步。我非常欣賞我的團隊的良性競爭，大家會互相檢討自己和團隊裡面可以改善的地方，時刻進步，務求精益求精。成為了零售大使之後，為了去推動我們同事都可以提供一個很高質的服務質素，我每個月都會有一個小組討論的環節，分享不同零售行業的待客之道。我覺得是經營和顧客關係入面最不可或缺的，就是微笑。微笑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慢慢由陌生人變成朋友，從而建立長遠的關係。一個親切的微笑可以令我們和客人更容易打開話題。在工作的時候，我會隨身攜帶一本自製的小冊子，去解答客人的問題，從而提升服務的質素和效能。在未來，顧客對服務的要求會一直提升，我時刻提醒住自己，小改善大改變，對顧客的服務絕對不能一成不變。